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， 非常感谢呢，就是我这辈子的贵人，我的父母亲宝带这个事业，让我不只是拥有生命，也拥有一个生命力。然后也非常感谢我的钻石领导人一路上的栽培跟培养，让我在25岁这个年龄呢，就拥有人生的目标感跟方向感，让我呢可以开始拥有保障的收入。所以各位伙伴们，让我们透过安利这个平台，一起实现梦想跟理想，加油！